久等了。我们的新人将要透过我们的红地毯，不是红地毯，要进入到我们的会场喽。请现场所有的好朋友，请将目光借给我，到舞台的正后方的地方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如果您有拿相机的朋友呢，我们就走过来了。好的，我们的新人呢要透过红地毯进入到我们会场之前呢，首先呢，让我们首先欢迎我们的代表带领大家进入会场。首先欢迎我们的第一位和幸福使者进入会场。来，给个掌声好不好？没事。
他没去。哎，妈妈看起来好年轻哦。妈妈去。他妈妈那么年轻耶。看起来。大概六七七八年前看到的算七八年轻啊，就很年轻。那这边啊，都一直来都啊，万总的啊，那也修了呀。我们缺一发缺一元啊，按张思明张议员啊，刚刚你是讲空一拿，是需要十一元，啊，你就是三。这种不是很大的活动，什么里长什么都会来吗？啊，这么帅气啊！啊，黄世明，然后林志扬，啊，看到了，是哦，啊，你们我同门家，张德嘉他爸，张德嘉可以，应该有啊，陈汉南也拢是喜欢，东山，啊，挂伞来参加今天这一对帅哥美女的婚宴，跟阿妈怎么？不休，同花意，从来不休。肯定，新娘跟新娘妹，爸爸妈妈，他因为喜爱来吧，啊，他长蛮像的，这样，他今天因为那个啊，你去他 Facebook 啊，希望他们早日啊，能够在这么多亲朋好友共同的见证之下，他关心一点，相信一点，是不是有一点啊？但是啊，真严重，没办法，然后喜欢什么？北盖狂，北盖狂人，我先一笑，他是想不到汉人演的，我看到轮廓有点像，但是超越他很多。他今晚我当时没化妆，哎呀，皮肤很白啊，不知道没化妆。那新娘更是漂亮，所以今天第一次看到，我觉得非常满意啊。另外，盖小新娘是，他们说。啊，查某会查某，啊，查某会水，但是我一定是正经的啦，啊，肯定一定正经的对吧？给大家来掌声。啊，今天这个啊，同时还有两位议员来共同来见证这一对新人的大事。首先，啊，王大娘、林小姐、丁北。啊，微信上面是对平易济南教是一个非常有情的男子汉。啊，今天当然他请了邀请，要有这个掌声来赞美这样的英俊帅气潇洒的少年。不想他被你引来。年轻的新人过程当中，男生得到啊，他的时装、胸襟啊，对你的效果、对你的跳啊、对你的弹性、甲光彩，因本身一定会使动起，让你百分之百的。